若华这个角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她是一个其实并不那么完美，身上还有一些人性的一些缺点的人，但是呢她有一个顽强的生命力，挣脱束缚然后努力奔跑的这个精神非常就是吸引我。他的身上有什么可爱和不可爱的点呢？可爱的点我觉得就是他敢于突破。不可爱的点我觉得我很喜欢他，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可爱的点。请用三个词语推荐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。三个词我觉得是矛盾、温情、破茧成蝶。